在数次金刚身嗯瑜伽灌顶之后，莲花王太子日夜都在金刚界坛城的现观中。一日，扎巴哈德告诉他说，在密城的无上瑜伽部中，灌顶有不同的次第。无上瑜伽部的灌顶可分为初灌、平，就是我们说的宝瓶灌顶；第二罐呢是秘密灌顶；第三罐是智慧灌顶；第四罐的是圣意灌顶，也叫聚义灌顶哈。 这四种灌顶呢，建立在三种次第当中。初灌顶为升起次第，二二三灌为圆满次第，四灌是大圆满次第。初灌之升起次第如何修学？在巴哈德导师开示到，初灌时修习升起次第的法，在无上与伽不中是将我们身心中所有缠缚的业障直接转成智慧。 啊，直接转成智慧，你看这个是太殊胜了啊！这个要记住绝对的信心，那就是可以这样的啊。烦恼即是菩提，你看这句话是在这地方才有用的。那我们之前讲的都是说自己骗自己的，烦恼怎么是菩提呢？那、嗯、到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烦恼，直接就转成菩提。 是自身的九识直接转化成诸佛五智的修法，转识成智，我们都听过啊，这个厉害啊！这个修法呢，是以空性的三摩地为基础啊。这句话你们要记住哈、啊。这个修法是以空性的三摩地为基础，这个三摩地不是理解那么简单，所以说一定要有大乘空性的这个显教的空性的正量。 啊，我说了，先要破人物我空性，然后又法物我空性。那法我空性就是空性的，然后证到这个三摩地。那么空性的三摩地作为基础，你才可以这样修的。啊，那个时候，那、呃、虽然还有业障，还有九个识，里面还有很多的法值嘛，呃，我们所知障是非常多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直接转识成智。 加上入我我入的余且前行，而自起本真现观。啊，入我就是佛入我的心，我呢，我也是融入佛性，就是这样哈、啊。这样的话，自起本真的现观，升起此理所依的根本是观想，他是要观想的啊。他这个是修报身的，那么的秘法，它是法报化三身。 同时修，那么显教呢，只是打基础，啊，显教先明白这个空性智慧，先修菩提心，是吧？世俗菩提心，然后修这个人物空性啊，这些空性都是打基础的。那么密法呢，是直接成佛的，啊，直接修佛的法报化三身，啊，呃，这样子修这些东西，你们要知道就可以了。根本是观想。 而所观的佛身是心色不二，你首先要证到心色不二，是吧？你才能知道什么叫心色不二。你要是心色不二，那只是一个概念，那不行。观的佛身呢是心和色不二，即现空如幻的本尊身。透过身体次第的修正，如果你你没有这样的观修的话，那你把。 那佛观成的是实有的话，那就是外道了。那、啊、能出生如幻即真的真实妙相，真实妙相。你看这里说的很有意思，叫妙有真空妙有啊，就是这个妙相。啊，即以及现前观起他人能见到、能触摸的本尊生成就，观起其他的这种众生能够见得到、能触摸到的本尊真成就。 并不是像那个影子一样摸不到的啊，那个东西它是可以触摸的。虽然是如梦如幻啊，星空如幻，但是它并不是划过去什么都没有，是吧？没有，不是这样的。呃，扎巴哈德导师慈悲地注视着这位清净的化身莲花王太子，圆满的讲述了五方佛灌顶的心要。在你接受五方佛灌顶的时候，嗯、要如幻。 观自身成本真身，本真身是如幻的，这个幻是心色不二的，这样的空观要现正啊，使你具足五方佛的本体性，把贪嗔痴慢五毒、地水火风空五大转化成佛的五智，现前成就五方佛的体性。这个秘法就是殊胜啊！莲花王太子呢，受持了。 导师扎巴哈德开始和教导呢，身心反而呃受到五方佛的加持，不禁欢喜踊跃。于是扎巴哈德立即呢就开始为莲花生太子授以升起次第的五方佛的灌顶。此时呢，导师扎巴哈德安住在庄严的金刚宝座上，手中啊弹指三下，在啪的一声当中，他的身心隐约。 之中幻出了五彩祥光，而虚空坛城也忽然晃耀。嗯，扎巴哈德导师手持庄严于世的灌顶宝瓶，并默然观想，嗯，灌顶宝瓶内有普贤王如来本尊啊父母定慧双运所融的甘露。 定慧双印啊，所用的甘露，作为灌顶所依止的根本。此时虚空中红白二色的光华自然融入瓶中。接着虚空坛城中五方火已化出蓝白黄红绿五色红光加持宝瓶甘露，这是宝瓶中彩虹晃欲嗯、呃、流转，有着无边的庄严。 于是扎巴哈德呢，持此宝瓶为莲花王太子灌顶，而灌顶甘露自然盈溢至顶，太子无尽受用。此时县官法性如来藏中五方五佛，分别由此宝瓶中所设的五种灌顶做顶严住持。扎巴哈德总受前行完毕，乃为。 嗯，莲花王太子细行宝瓶灌顶。啊，前面是前行啊加持，那么呢开始细行灌顶。宝瓶代表东方不动佛智，在用瓶内甘露洗涤莲花王前身后，扎巴哈的说道：“法子莲花王，虽然你是清净的化身。” 在法性上一佛无别，但是在缘起上还是要实现圆满的受持灌顶。佛法就是这样的哈，虽然你已经是修成就了过去是吧？但是现在的缘起上还是要实现圆满的受持灌顶。啊，现在输入宝瓶灌顶圆满不动佛得。你在灌顶前的一切凡夫下列啊身见执着都已除尽。 在你八十心田当中，嗔念烦恼的种子习气永远不再发生滋长，而所行往昔的嗔烦恼罪业也已清净。就是嗔念烦恼种子啊，习气永远不再发生，不再滋长。嗯，嗔烦恼罪业清净。其、就、实、是、我们修的再好，有些还有一些微细的嗔念，通过这个修法呢，就是。 啊，快速的清净。扎巴哈德再以嗯甘露灌注莲花王以清净的大圆净光充实引以至顶后，说到在灌顶之后，你即会常为不动佛及东方一切诸佛如来所护念，并且为金刚部空行母所拥护。而在修道之上呢？ 啊，并能够无间限起我机不动佛的佛脉。当你现前正果之时，能转第八识，成就大圆镜之转化水大的一切业、啊、节气。这里还有业节气，啊，就是业气、业力、业息啊，非常微细的无名息气力。 转化这个水大的一切业界气，成为水大智慧气，并具足啊、呃，能够啊、呃、调伏一切嗔信众生的广大威势。就你慈悲心够啊，这个嗔信众生见到你，马上就可以调伏。在受惯的刹那之间，莲华王太子自见嗔信的黑夜如水泡一般消没。 八十天宛然清净，如大圆镜般，法界如幻影现其上，而自身聚力巍巍啊，现前成就不动金刚，东方诸佛永生空中放光加持一些金刚护法、空行勇士及金刚空行母众欢喜庆悦，视之如佛。这宝瓶代表着。 法界同平生宝，也即是代表着佛身金刚，所以灌顶初始为宝瓶灌顶，是化身灌顶之首。啊，这里、个、化身灌顶之首，也就是成就百千万亿化身的一个灌顶。然后呢，依次为啊宝冠灌,灌顶、金刚杵灌顶、灵灌顶、明灌顶四种灌顶。 都是属于升起次第的五方佛的升冠。扎巴哈德在为莲花王太子行宝冠冠礼，是宝冠即代表南方的宝生佛智。扎巴哈德以甘露为莲花王太子低声吼说道：“法子莲花王，你虽然……” 本具保身佛德，但是以缘起显前，勾设本具法性。在万年前的凡夫，下列不平等、小我执着等心，现已除尽。啊，这个都要除尽了哈。在你八识心田里，我慢的烦恼种子永不再生，而往昔所行慢心烦恼罪业也已清净。 这个时候才可以灌顶啊！萨巴哈德在以甘露灌注莲花王清净的平等之光，引意至顶后，就认可地说到：莲花王在你灌顶之后，常为保生佛及南方一切诸佛如来所护念，并为保生部的空行母所拥护。而你在修道上能献起我即保生佛的佛脉。 在正果之过程中，渐转第七十成平等性质，转化地大之业力气，成为地大之智慧气，具足调伏一切慢性众生的威力。这时，莲花王太子之见慢心黑夜，如空谷鸣声般消没，八时慢心宛然清净。 然无其实豁然成就平等性质，法界现前平等无所差别，而身具一切功德，成为大宝金刚。南方诸佛永生空中放光加持一切宝部护法空行，永护及宝部的空行五中欢喜庆悦，视之如佛。 萨巴哈德导师在为莲环王太子行第三灌顶啊！你看他成就多快，像我们要灌一个顶，可能要修多久才能成就？他就极速成就，灌完顶很快就成就了。再来人就是这样的啊，那灌顶的同时，灌完顶基本上就成就了。但是普通的人灌完顶要修很久才能成就。那么第三灌顶是金刚杵灌顶。 金刚杵代表西方阿弥陀佛指阿扎巴哈的以甘露为莲花王第一声之后，说到新子莲花王，虽然你为西方无量寿如来化身，本具金刚与功德，但在缘起上要受如灌顶。啊，你在灌顶前的一切凡夫贪图下列欲乐俗见，必然处境。 八十心田里面的贪念烦恼种子永不再滋生，所行一切贪念烦恼罪业现已清净。再巴哈德再以甘露灌注，如至光明，嗯，盈溢至顶后，即认可你说道：“莲花王，你在灌顶后，将常为阿弥陀佛及西方一切如来所护念，并为莲花部的空行母所拥护，在修道上能任运现其，无极阿弥陀佛的佛曼。” 在遇正果之过程，渐转第六十成就妙观察智，转火大之业解气，成为火大之智慧气，具足调伏一切贪性众生的威力。在受灌顶的刹那之间，莲花王太子自见贪性黑夜如融雪一般消融，八十心田贪性宛然清净。分别的六十，忽然成就妙观察之。 大悲潮水如法界涌现啊！如是具足一切如来金刚妙语现前，呃，成为莲花金刚。西方诸佛永胜空中放光加持一切莲花不护法空行勇福及金刚空行母众，皆欢喜庆悦，视之如佛。 扎巴哈的导师，这位莲花王太子属于灵灌顶，此灵代表北方不空成就佛。自扎巴哈的为甘露为莲花王提升之后，到亲子莲花王，你本具诸佛事业成就，在缘起上还是要属于空花佛事的灌顶。你在灌顶前的下列妄自菲薄、自认非佛的疑心，现已除尽。 在你八十心田中一念的贪烦恼种子永无再生的可能，而所行一切一念烦恼罪业现已清净。啊，哈德导师在以甘露灌注尘所作之之光明，啊，迎遇莲花王顶上之后，认可地说：“莲花王，你在灌顶后常为不空成就佛及北方一切如来所护念，并为事业部的空行母所拥护。” 在修道上，既能无间地现其卧机不空，成就佛的佛脉，而于正果之时，能现转前五识，成为成所作之，并转风大业结气成风大智慧之气，具足能调伏一切一即众生的威力。其实。 莲花王太子在刹那之间现见自身一性，黑夜如青烟一般消散，八十星天宛然清净明亮，照作五十顿然成就，成所作之，记住一切世俗世间成就自在事业，广大圆满，现前成为揭摩金刚。 北方诸佛永生空中放光加持一些金刚护法空行永护，及金刚空行母宗，皆欢喜庆悦是智如佛。扎巴哈德导师在为莲花王太子行最后的名冠顶，持冠顶与伦宝代表中央毗卢遮那佛智。扎巴哈德以甘露为莲花王滴身之后，说到心子莲花王，你本具诸佛体性。 但在缘起上呢，现已实现，嗯，本来究竟。你在灌顶前的下列愚痴不解佛性本具，那次障碍都已除尽了。你这八十心田里的痴性烦恼种子永无再生的因缘，而往昔所行痴性烦恼罪业现已清净。 罗哈德在一甘露灌注法界提醒光明银翼莲花王顶上之后，嗯、呃，说到莲花王，你在灌顶之后，将常为毗卢遮那佛及法界一切诸佛所护念，并常为佛部的空心目所拥护。在修道上，能法尔现起无际毗卢遮那佛的佛曼，的正果时刹那自转第九世。 啊！如来藏时成就法界体性智慧，并转空大业界之气，成为空大智慧之气，具足调伏一切痴性众生的威力。于受观的刹那，莲花王太子亲见自身痴性黑夜如梦影一般醒觉顿消，八十心田宛然清净，参就九十如来藏时，呃，如现前成就法界体性智。 德方三世同时并现，一切众生相应成佛。现前成就佛部金刚，中央诸佛涌现空中放光加持，一切佛部护法空行拥护及佛部空行母众欢喜庆愿是至如佛。此时莲花王太子的密号莲花金刚，这是导师扎巴哈的有方佛总体。 自信为莲花王做匿名受记，莲花王太子成就圆满莲花部金刚。扎巴哈的大导师说：“以莲花王深口意功德事业五方佛的观点之后呢，莲花王亲见了五方佛，五方佛从虚空坛城中也宛如雪花一般融入他的自身，他与圆聚了五方佛的根本功德。” 在升起之地当中得到了圆满，也具足了驱入一切秘法的总持方便，具备了成就一切秘法洗地成就的广大威力。接着，扎巴哈德为莲花王宣讲了达塔、桑扎等一切消除恶趣的经序，来遣除莲花王的一切视线恶趣障碍。 更宣讲了三界胜利愤怒王的经序，授予他不动明王乃至一切愤怒明王的秘法，以具备降伏所有魔业的威力。更宣讲了大胜利瑜且胜利序及理气波罗蜜多智慧序等密教瑜伽的经序。莲花王领受了扎巴哈德导师所给予的一切灌顶与教授。 这时便通达了一切外成就的秘密经典衣柜莲花王此时亲见了金刚界五佛及以三十二圣尊的身相现前而成就圆满的悉地。莲花王得证随时亲见金刚界五佛以三十二圣尊现前的成就。 并安住在三摩地当中，心心生踊跃法喜，所有智慧悲心无间现起。在扎巴哈德的座下，莲花王不断的修持，不断的增长金刚持名成就。莲师的传记呢，跟佛陀的传记还是不一样的。佛陀的传记直接就做到菩提树下就成佛了，是吧？ 哎、嗯，他开始是把外道的法都修了一遍，然后呢，自己坐在菩提树下。嗯、呃，有说是四十九天的，也有说七天的，是吧？反正就是一个圆满的数字，因为七就是圆满啊，七七四十九吧，可能是也是代表圆满啊。然后他就成佛了。那么呢，他没有这样子啊，到处拜师啊，还有灌这些顶没有的。 这就说明佛陀呢还是不一样的，弥勒佛到时候视现也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无师的啊，不要师傅成佛的，他那个时候已经成佛了，直接从兜率天下来，带领无数的菩萨来到人间，会有很多的菩萨呢开始视现外道，最后都归顺于他。嗯，你看释迦佛是这样子实现的。 嗯，莲花、呃、王太子还是有带很多的师傅、哦、修行啊，还有后面还有那个阿难尊者跟他讲法，所以说呢，这说明他还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莲花生大师呢，他虽然是无父无母，化身再来，是应该说是大地的菩萨了啊，不是一般的那么这个通教的菩萨，他是应该是属于别教登地以上的菩萨。 啊，别叫登地以上的菩萨都可以实现成佛了，还是不一样的。他是应该是属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后，从西方极乐世界乘愿再来的菩萨，并且位置比较高的菩萨啊。他是西方极乐世界乘愿再来的菩萨，你们要记住啊。你们不是想去极乐世界吗？哎，修他的法是最好的，因为他是从极乐世界的。 乘愿再来的菩萨，所以说他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是没有错。他肯定是，呃，登了地的，嗯，叫做十宝庄严土的那个菩萨化身再来的。一般的我们极乐世界那个菩萨都是凡圣同居土的菩萨，是吧？那他这个菩萨呢，密次很高啊，嗯、啊，从十宝庄严土化身再来的菩萨。 啊，成员再来啊！你看他还要视现这样子修行是吧？他还要这样视现。所以佛说到了这个极乐世界，就是啊不退转了啊。是啊，你看为什么这个莲花王太子这么实现啊？他视现的是不死的，他来的时候就是化身来的时候，走的时候也没有视现这个涅盘走了，是吧？他视现直接就飞走了。 这个也是代表他是极乐世界的，因为佛说了，极乐世界的菩萨都是一直修到一生不处啊，是不是啊？他、啊、没有实现这个什么生啊死的，没有。呃，极乐世界的菩萨确实不一样啊，他这么实现。对这个信心啊，是要经得住考验的哈。 哎、呃，不是说，哎呀，我感觉对师傅，哎，很好，哎，好像有信心。但是遇到一点点事情，就开始怀疑了，或者就不太相信了。咱们师傅做一件事情，你相信多少？是吧？师傅最近做了一件事情，你们相信的有多少？你们有多少？你们有百分之百的相信？很多人就观望还观望。师傅在干嘛呢？ 啊，都是在心里面就在这打鼓呢，在那。啊还有人直接就劝师傅：“师傅啊，你是不是这样这样或者那样那样更好一点？”善意的劝导，嗯，这这个还是个小事了。这样的事情是吧？都是小事。嗯，在秘法里面，他们那种考验是很严峻的考验，那是。 真正的那上司要射受你的时候，都要很大很严峻的考验。我们这个故事里没有说，但是在密法里面，这个缘起上，密法的上司对弟子的考验，它是必须有的。就是说，你即使真的有这个信心，就像那个蒂诺巴对那个纳诺巴一样的啊，帝诺巴其实观察过，这个纳洛巴就是他的未来的心智，他早就知道。 对，他也知道他有这个信心，但是在缘起上，他还是考验了他很多次。以后我们讲纳罗巴的故事，太有意思了那个。纳罗巴那医治迪罗巴的时候，那个故事，那个那个信心，你们真的要看一下啊！以后有机缘看看这个纳罗巴的故事怎么样医治的。 那密法里面，他就是要这么实现。那个时候，那罗巴这个大班子达呢，早就是证悟了空心的。啊，他后来就跟随帝罗巴修这个大密法。你原体上还是要这么实现的，实现考验。就是呢，也就是说，这个师傅知道弟子肯定能及格，但是还是要考。啊，并不是说，哎，你可以了，不用考了。明明知道你不错，但是考试还是要考。 是不是啊？像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读书的时候啊，明明知道学习的很好，但是呢，哎，到了期末考试、期中考试还是，或者是这中考、大考，还是样一样要考啊。不是说你学习成绩好就不用考了，一样的啊。一考就考出来了，你就知道自己有多露怯了啊、嗯。学的时候觉得自己挺好的，哎，用的时候就就成什么样了，是吧？ 那不你不吃了。你慈悲心学的怎么样？你在這生活当中一面对众生，你马上就知道你的慈悲心有多差了、嗯。